那把这个菜叶筛选一下，这个是可以吃的，这些是尖儿有点烂，这些都不能要了，这些。它这个芯儿是烂的，一般白菜芯儿好吃，但是它这芯儿是烂的。这水开了就给它吃，这个都不能吃了吧？这个叶还行，这个叶，这边的应该不行了。刀上了，别割手。这个叶好像没啥事，这个叶，那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这边喂两个苹果，那扔，这样一桶。苹果叶，一会儿扔到楼下去，这个。我把这个洗一下，洗一下，这个开了，先关它，一会儿给它洗一下，之后拿水煮，都吃的，开始吃青菜了，呵呵，吃青菜了，有点失忆。